吴宝飞，收你挖地龙针了。哎，人呢？吴宝。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。吴宝，你跑哪去了？在你家，你的呢？我也在你家。哎呀，发财不等人，在路上汇合。飞哥，快过年了，好好搞钱，别分心。今年春节，我想洋气一点，搞件西装来穿一下。那咱们一人搞一件。飞哥，从这边上开始收。你话事咯。哎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来，等等，等尾巴倒进去。哇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喝太饱了，水。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出来。哇，飞哥，漂亮，这波操作漂亮。哇。应该八斤都有了，多几个这样的龙，别说西装了，领带都有了。哇，漂亮！还有小鱼，小鱼就不要了，放那走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走。哎，这个怎么没有多少呢？哎，那是什么？鳄鱼龟。像这玩意都不值钱了，咱把它放了。哎，导演长，别回来啊！有鳄鱼龟在这里，这养殖场阿牛蛙都不敢下来吃饵料了。三个。哪里三个？四个，你老眼昏花喽！看错了，这四个差不多有一斤，六十又到手了。下一个，哎，我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。来，咦，没有，没有了。哎，飞哥，那后面那些地龙哪里去啊？怎么剩这几个？哎，你过那边找找。好，我过这边。飞哥，你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都是垃圾龙。那就是我们的。喂，哎，你那边有没有？有两个牛蛙，之前烂掉了。是养殖场老板下来走了。走，咱们去找他理论。你看，走，先把那鳄鱼给找回来。这龟是找不到了。好了，真快，走去找养殖场老板去。200多米龙，就剩这几个，必须要找他。咱们拼本事抓的，是吃饭的家伙把我给端了。哎。